大家好，这礼拜的保育日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好歹汤一个烧，好歹媳妇一个笑。好歹汤一个烧，好歹媳妇一个笑。俗语在这真流行，两人配合吃相平，母语教育真好用，总是解过去兼细灵。今仔日这个俗语，就是你来讲上适合，因为你即马是家庭主妇，恁家还有伫开餐厅，啊，请你来解决一下。讲实在，好歹汤一个烧，坦白讲，咱无论是热天也好，也是寒天也好。咱咧食饭的当中，也是讲面酒，咱拢足想讲吼，有一碗烧汤来配，迄有偌好，你敢知？好歹媳妇一个笑，做人的某，若要得人笑，得人疼，最主要除了会晓煮食以外，上要紧的一项，面仔爱定定有笑容，安尼。人看了才会爽快。你若一个面仔常常结甲凹凸凸，像人拢欠你花仔钱共款，看到迄莫讲笑，敢若野神就烦死啊。对，人要讲好好某一个笑。你若讲做人的太太啦，虽然讲较无时间来去打扮，来去化妆，化一个粉。表示啊，认识厝内底的工课无闲，操劳，可能较无时间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紧，你只要面带笑容，每一天拢安尼笑眯眯、笑温温，你若逐天保持这个笑容，这个心情加偌青春，加偌少年的，你敢知？所以咱人不管时，就拢爱笑眯眯。对对对，不管时拢爱保持笑容。咱今仔日的俗语，就是甲咱讲，不管时，嘴拢爱安尼，西瓜有甜，保持笑容。多谢大家。